至少安三眼都拆掉了。好哎、欸，100分。楼梯那就要更宽。这要怎么用啊？这样子。完了。OK， 有人现在连楼梯可能都不会了。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。没事。哎，你不是直接铺就可以了 ？OK。我想，哎、欸、对，铺石阶比较好看。我铺木头的干嘛啦？好丑哦！敲掉。鹅卵石这样子。你用石头的，石头刚好我。对，有。鹅卵石现在很稀有啊。啊？因为我都是丝绸之柱，一块秋风照出来都是石头是吗？直接弄到丝绸之柱了。好的，那我就来个石头的好了。那我现在把这个敲掉，敲掉。原来鹅卵是稀有的东西，石头反而是 OK 的东西吗？没错。石头我现在身上才30几个哎、欸，怎么比我想象中的还少一丢丢？石头啊，我马上可以再挖。好的，够了。我连垫个石头都不会。那巧克力，你帮我个忙，帮我弄个栅栏出来。栅栏、欸、没问题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来把一个 Bob 请进来。没问题，对对，秋风这边很多。我在拐人家小孩吗？没错啊，我在拐人家小孩回来吗？哦，看起来不错耶，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的秘密通道了。可以，赞哦。水啦，不是这样子啦，不是这样子啦。我看看喽，它会是在角落旁边，角落很可怜的围在一起。对，你刚把这个一柱，你是想要用，你是想要用拴绳把棒拴起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那个画面感觉有点像在卖奴隶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感觉有点像等一下竞拍嘞、欸，有点残暴、啊。然后还在地下室有没有？你今天想要哪一只？这是什么爱情地牢啊？哎、欸，我们需要一个门。他一开始的时候需要一个门。OK。那我们这个样子好了，我想想看哦。哎、欸、秀，再大一丢丢，让爸爸们有一个舒服的家。哎、欸、秀，这样子看起来不错，舒服， okay, 舒服。然后。这样，好了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点不对称啊？他为什么不放在中间？为什么放在这边？啊，你不是就是要不对称之美吗？好的，不对称之美。我们这次 Underground 就主打一个不对称之美，不对称吗？可以。你看这地底有没有这个地板？这个火把，哇！有够不舒服，而且为什么有些是鹅卵石？我们可以把我们再干一件事，把鹅卵石全部换成石头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啊，好吧，这有点太不对称了，这有点让人觉得觉得有点太舒服了。哦，看来阿神这个还是很讲求对称的嘛，还是这不是对称，这个只是平衡，这个阴阳要平衡。这个阴阳一点都不平衡了，这世界会大乱。哎呦，这样子。好了，这样子应该会好很多。石头，我身上的石头不够了，我没有了，我补了。石头之处，这里还有，我拼个点。不对，看到，完美，游戏没办法拼点。好的，接下来最后一件事情，我们要想办法从秋风家拐一个 Bob 回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需要留个告示牌跟他说吗？不用啊，他家那个是自取的。不是，我们是谁？哦，对耶，我们是秋宝哎，我们是秋宝哎，跟秋风妈妈拿东西还要说话吗？不用啊，巧克力，我沉到海底了。对，你要没有烟火啊？对，没有，你有那个不知不知，不错，不知去哪？不知散伤啊，不知散伤，蛮难不知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哎，可以。今天你的考验。想办法补置上山，对，用屁上去，可以，来喽，闪了一烟火，这个是啊、哦，老人才用这个，现在年代都满是用风弹直接上去的，好不好？我靠，我还要算伺服器延迟，我上不去啊，救命啊！哎，他时高时低需要一个 feel 哎、欸，有，谁还需要火箭？我是不是？谁还需要火箭？有这个就对了，有成就，好帅啊！不要跳的话，跳得高吗？试试看。原来可以这样哦！不要跳还好，跳的话偶尔会突然一个大暴击，然后就飞起来了，上来喽！哇，你那个成就怎么拿的、啊？好猛哦！
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哦，许攸封弹将自己往上弹八格。对啊。哇哇，好猛啊！啊你的还是弹上去再摔下去也算吗？不算呢、欸。嗯，应该不算。你在放屁哦、喔？对啊，我在放屁。我在学习啊！你这个高超技巧，你已经学会 1.21 最强的方式了，最强成就了是不是？啊，同时按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是伺服器，伺服器里面会有伺服器延迟。我同时按这个你们看哦。他说按跳，跳可以耶，哎、欸、跳可以，哎、欸、可以耶，同时按就可以了。好，当我没说，各位，当我没说，来吧，翅膀拿起来。有有有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我在我家门口等你。我在我家门口等。我家门口那个。你家门口不是、啊、我们要去偷，不是、哦、我们要去那个秋风家、啊。对对对，要来这个扎实的做好秋宝领我们的那个爸爸啊。那我们要看一个顺眼的好，你要看哪一个？哪一个比较顺眼？你要直接领现成啊，它下面有那个爸爸生产器。哈，我们要领、哦、我们要领新生儿是不是？对，你可以这边看看有没有。这看起来有点，这这要怎么领出来？按一下就可以领了。我靠！这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现代科技好不好？领养就是这么简单。太残忍了吧！太残忍了吧！我看一下他卖什么东西、啊、他没有职业是不是？对，职业要自己。现在职业都是自己给的。哦，所以不像是以前那个随机的那个样子。嗯。所以你要什么职业是可以自己给他？那就他了吧，就你了。恭喜幸运的幸运的爸爸。推过去吗？这样子吗？没有没有，他，他上坡应该有点难。我想一下、哦，我以为他要回到母胎里面了，把他弄上船。哎呀，哎呦哎呦，他弄跑，他弄跑，上船。他不要啊！我知道了，不要的话我们就收掉，他就不是我们选的了，好不好？哦好，好。那你要怎么收他？乱跑、OK， 自由了。你啊、自由了吗？哦，我以为是就收掉、欸，我以为是真收掉、欸，哎，这么残忍。哎笑，嘿笑，上去，下一位，怎么这么难？怎么这么难？上个船有难吗？真的呢，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你要不要进去？等下，等下，到时候秋风生气，怎么一堆村民在乱跑？哎，这该上了吧？进去，没有人想到我们的地牢里哎。没有人想到我们地牢里耶、欸哦！不能酸村民哦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进去、啊。有了吧？哎、欸，挤挤挤挤挤挤挤！屁嘞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已经那个船是我刚刚从秋风那边箱子拿出来的，他不喜欢，我再多拿一个。啊，要我们的对不对？我们的。好好好，我们的。那你帮我做一个告示牌，我们等一下需要这个告示牌。好了，有，这看起来蛮棒的。就这只了，就这只，就这只了，一定行。来喽 ，Let's go。三二一，等一下，栅栏门卡到我，嘿，就是啊，你要不要进去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要从外面。你看他刚刚是看向你，哦，你在哪？他在哪？是这样子吗？再一只，再一只，再一只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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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次一定行。好了好了，你帮我把栅栏门关起来，我就不信他还可以过去。等等等等等，关门可以。OK， 三二一，嘿，他多么想进去啊！他不想，哎，为什么上不了？为什么上不了？上车啊！上车啊！哎，他回来，他回来了！上车，上车！他很叛逆耶！上车，上车！哎哎哎！我直接放的，直接放的，受不了，强制哎，征收！好哎、欸，那我们要一路滑过去吗？老人，你带着我走，老人下来，告诉你新方法了，老人。还有新方法哦，江神，江神船，哈，什么新方法是要这样玩啊？什么？他可以上坡吗？上坡不确定哎，但是他可以用翘翅飞，只是就有一点用技巧，用翘翅飞。对，你说把他拉在空中，对。我给你烟火，你可以把它拉到空中。你可以用那个风弹配合的翘刺。坏消息，我的风弹没了。哦，好消息，我的风弹又有了，又有了。我们这资源是无限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有，我们秋宝怎么可能资源有限？
好的，那我要飞喽。你帮我看好他，不要让他掉下来摔死哦。好，没有，他在船上，没事的，安全。好像有点重。超烂！等我一下，我直接飞好了。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了！一次到位。好，你要把他甩出去了。为什么甩出去啊？甩去哪？你一个强大动力甩到这里来了。等一下，甩去哪了？甩去哪了？这里，这里，我这里。我们那边有人看到你在你在哪？你在哪？后山，后山。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吗？对，好像没错，就是你往外先飞走，然后他跟着你，然后你再烟火回来。好，他太快的话会把他甩掉，所以要刚刚好哦。对，你酸橙还有吗？哦，酸橙在这，酸橙在这。哇，很难哎，很难哎。最大考验来了，来了，先滑翔出去，然后再飞回来。来喽，试试看喽，滑翔。你看，因为他跟着，他跟着了。好，飞回来，有吗？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啊，好像又掉了。爸爸，我忘记飞了。那个阿神就是去。这太难了，体验动能，你的东西还在，它喷窗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这个交给你好了，这交给你啊。请问你，我完了，你来，哎呦，好痛哦！我来试试，我也没试过，超难哎、欸！我没有太 get 懂他的意思，就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？我东西又拿回来了吗？我也不太确定。身上怎么那么多矿车啊？还是断了。对，它很容易断。它感觉只能用滑翔的，用烟火感觉太远。我觉得它是可以用烟火，可是就是可能要有一个很好的技巧，一个范围内。对，你要在一个范围内。我再试个两次，好，酸橙不够了怎么办？秋风那边有。风哥，我要摔神。那你一半，好爽。哇，我们是一个合格的秋宝哎、欸。没错，我们是一个合格的秋宝、啊、目前秋宝就只有我们，我们没有轻易的增加秋宝的好吗？陈真秋宝，秋宝需要审核的，好不好？秋宝要审核的。哎、欸，他传龙剑了。巧克力是秋宝会长，或是副会长。秋风什么吉祥物？吉祥物啊，不是秋风是奴隶。他讲的是他讲的，是这样子吗？秋风的女儿是吉祥物，秋风是奴隶，然后你是会长，我是副会长。可以。从此秋宝的那个生态链就弄起来了。不错，好难哦！你现在人在哪里啊？我在旁边的海域，他刚刚被甩到海了，甩到海上去了。对，怎么甩到这么远了、啊？哎，我刚刚看到有人说，咦、欸，阿嫂，你可不可以玩原位生存、啊、你妈，你现在在看什么啊？原位生存啊，这就是原位啊！你是甩到很远的地方去了吗？你在海上啊？对，刚刚那边跳下来，这对啊，这是一级烟火啊。太远了吧！我看到他在对他，我还直接转回来耶，他就不行了。他越甩越远嘞，他越甩越远嘞，怎么办？他不想甩我们呢？对啊，怎么办啊？我再试最后一次，这一次失败就送他走了啊！哎呦，还是一样哦，他就是往前拉一丢丢，没有办法、啊，太往前。不能转弯哦！我想说转弯不是反而可以让它就是回来一点点，对不对？那你直直走试试看，你就直直走上山，直走，对，直走直走，来喽，上山吧，上山啊！直接断啊！直接断掉，直接断掉。好了，然后当少年拍吧，好不好？然后当少年拍，我们。